林家谦 Summer Blues 演唱会今晚开锣，是 Mira 演唱会意外后第一个翻翻红馆的演唱会啊！开场前，外边劲多 fans 排队买纪念品，六寸林家谦价值480元。大会就话，因应康文署的要求，删减了不少升降台设计和山走吊在半空摆动旋转或者载人的机械，而舞台道具啊都变咗长期放在舞台，部分观众视线咧会短时间受影响，希望观众体谅。而呢啲应变措施咧，令佢哋增加咗一倍工作量，但对进度咧都冇咩太大影响噶。所有改动咧都系由舞台工程专业测量师核准，强调演唱会啊做足100%安全措施。最重要系演唱会有保险商赞助，话每个台前幕后都有双倍嘅保障，除咗买保险，仲每人送多份保障啊！哇哦，咁希望林家谦六场 show 都顺顺利利啦～